三天前开展了一个三月耗材的抽奖活动啊，我们开始抽奖来做一个记录啊，这里的是在评论区进行抽奖，一共可以看到有200条评论呢，抽10个人，这中奖几率还是挺高的。然后把重复的这些给去掉，不让重复的人抽奖，然后直接点击这里的抽奖。好，已生成中奖列表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开奖，第一个获奖的是这位朋友。开奖，第二个获奖的是这位朋友克里斯丁。第三颗抽奖的是来自抑郁的抑郁，然后这一个是韩思，这一个是钱多多 3D 打印，这个是老弟1050，然后这一个是 Apple， 这个是宅男，这个是一月，这个是起名对我有点难。恭喜这10位观众啊获得奖品了，我现在会挨个私信给大家。好，本次抽奖结束。这些中奖的小伙伴在3天内回复我地址，1公斤的三绿 PIA 耗材包邮寄给您。而且三绿的活动啊，剩最后几个小时就结束了，没有参加或者没有购买的朋友啊，赶紧去下单。最后几个小时，这次优惠活动还是很大的，后续还会继续来开展这些抽奖活动，简单粗暴，欢迎大家为视频点赞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